好吃。师傅，你今天教我什么法术啊？近日你刻苦修炼，其他法术都学得差不多了。今日我教你一个最厉害的。最厉害的是什么？ 照照镜子，啊，真是我呀，师傅！哇，好厉害啊！啊，怎么这么快就没了？师傅，这是什么厉害的法术？我还要变。 你想要维持的久，就得自己努力修炼。你是九尾狐，能施幻形之术。方才镜中的少年是旁人眼中的你，弘之不散，旁人看不到你本来的样子。切记，幻形之术最忌内心动荡，你要稳住自己的心。师傅你好厉害，什么都会变。可是我怎么从未见过师傅变过脸、换过形啊？因为幻形之术只有九尾狐才会使用，谷主虽知如何引导，但是他自己却用不了。 那是否等阿纪学会了这个法术，师傅就可以带我出去玩了啊？那你要答应师傅3个条件。何止3个？师傅说的条件我都答应。永远不入露台山。嗯。永远不以真面目示人。嗯。永远不入北院。嗯。阿纪发誓，永远不入露台山，永远不以真面目示人，永远不。 冤啊！永远不去北渊。这是怎么回事？我怎么来这里了？ 为什么动不了啊？你到底是谁？为什么要这么看着我？ 吓死我了！最近怎么总是做奇怪的梦，越来越可怕，都灰飞烟灭了。不过，那个人长得倒是蛮好看的。好看有什么用？还不是把我吓哭了。阿纪，谷主要考考你的狐火之术。哎呀，阿纪病了。 怕是去不了了，除非思雨姐姐告诉我，你们什么时候带阿纪出去玩？啊！谷主不是说了吗？带你的幻形之术控制自如的时候，便是你出谷的日子。好吧，今天有什么好吃的呀？能让谷主亲自教导你法术，那是多少人梦寐以求的事。你呀，还天天让谷主用吃的哄着你，才愿意去。 谁让阿纪这么漂亮可爱，陶师傅喜欢呢？哦，之前是桃花酥、杏仁酥，还有栗子酥。上一次我让师傅给我带了酝酿酥，今天是不是就吃这个呀？是的话，我分你吧。你等过了谷主那关再说吧，否则你能吃的只有罚。这你就放心好了，师傅教我的所有法术我都学会了，这就叫做天赋异禀，骨骼惊奇。赶紧去吧，谷主在花海等你呢。 谢谢思雨姐姐，那我去了。你是脑袋后面长了双眼睛吗？这都能躲得过？不火是你的看家本领，就这点本事？哪有？我明明是怕你会受伤，所以才没尽全力的，还来骂我，我以后不孝敬了。看，这是什么呀？这叫烟花，我让果中弟子从人间带回的，喜欢吗？喜欢。 还是师傅最疼爱姬了。哇！云禾，若没有经历万花谷的种种，你本就该长成这般无忧无虑的模样了。明明是第一次看到烟花，可为什么觉得这么熟悉？ 可是，往日不是都会给我准备一些点心吗？今日怎么换了个花样？真想知道为什么，还是只想讨好吃的？真想知道。今日是你的生辰，这烟花是送你的礼物。哦，今日是我的生辰啊。哦，那酝酿酥呢？幻形之术练得如何了？哎呦，师傅教我的法术都很简单，我一学就能会。 但唯独这幻形之术，只要我心神不定，我就会立马现出原貌。师傅，不如再给我几天练一练吧。好啊，继续练，练不好的话，什么都没得吃。啊、师傅，都是你这条臭鱼，害我练不好幻形之术，让我生辰都吃不上饭。要是让我知道你是谁的话，我肯定会把你变成酝酿素，一下把你吞掉。 好饿呀！就算现在吃你也不顶饿呀，根本饿得睡不着觉嘛。师傅不会这么心狠，让我生辰都吃不上饭吧？师傅，师傅，哇！我就知道你舍不得我挨饿。当然舍不得。 知道你喜欢凡间之物，既是生辰，就少不了凡间的熟面。嗯、其实我不是偷懒不认真修炼，是我一直在做噩梦，弄得我心神不宁的。什么梦啊？ 就是我梦到自己躺在一块大冰上，周围都在下着雪，特别冷。有一个人他一直抱着我，我还看到了他的脸，他长得还行吧，他有一条特别大的尾巴，又长又亮。